Passengers on Malaysia Airlines Flight 69, departing for Kota Kinabalu, please proceed to gate E1.
当地来讲是一个非常是一个古庙啦，也蛮灵验的，蛮多人去拜的。然后对于我们来讲是稀松平常啦，看多了。不过呢，这个地方是属于他们很重要一个景点。有没有看到路边他的房子？好、哦，窄窄的，很深。好、哦，为什么？他们当地呢，在尤其是在马路边，哈、哦，房价贵给他报，哈、哦。然后因为地很贵，他们就买了地，然后再往后推，推得越深越好，再来往上盖。哦，这个是花市，后面这边是花市，哈、哦。再来就往上盖，你要盖多高都没有问题，你房子能盖你就给他盖。好、哦，没有啦，我们要跟导游这样做时间。如果说有什么事情，大家都会想到。
块就是计件吧，对，十块就是计件吧，就是那个，对。那么两件，然后五件，然后从一万开始就可以买很多东西了啊，从一万开始。那还帮大家换越南盾的话呢，全都是一万一万的来结束。用手边看一下，看那个人在卖什么东西。生命吧，那是彩券。对，没错，彩券。彩券啊，对，卖彩券的，对，房里面的，在每个房间里面，都有那个两瓶矿泉水，茶包，那个什么无线上网，无线上网是免费，是免费的，房间里面也是免费，对。lobby 那边的话呢，就是好像有那个一两台电脑，但是要钱的哈，所以呢 lobby 里面就不要用，那自己带来的话就用一下就 OK 了。有只猫咪，又来个夜市，又来个故事，没有灯的，没有灯的夜市。那么这个地方有那个工业区啊，现在就是基本都是那个，对。佛教那个，像主教，三道教到了，佛教下龙湾到了，地的宗教叫佛教，共同存在，共同发展，对。道法厉害，但是佛就没有钱，佛的有很多佛的，但是佛对那个平常来说，佛是没有钱。